烟加上4AM的选手又往外面一顶啊，给他弹回来了。对的，就丢到不进去选，他也不会选那个带围墙的红的。对，这<笑>那个位置太拉了。反正3进4跟他没有关系。Flying 啊，出枪是放倒了自由，这被给了一枪头目子里，也是9.9分的选手。 没想到这个肌肉继续走的话呢，可能3阶段不会把他排走，因为现在2阶段带血的面积还挺大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直接被接车了，两枪扫下来，来了啊，先拿一分，嗯，就看2进3吧，是啊，你多幸啊，来了，要互相以逼杀了，寇德幺九在车上直接被打了下来，队友在前面要接一波，侧走后面，6幺的血量并不是很多，再移一波又掉一个，一瞬之间 DDT 只剩下一个人了。 啊，这个人今天是什么状态啊？这个黑猪，啊，今天好顶，锁定了位置，硬架着，太空人也打俩了，修脚，就差一枪。哦、oh, ，two tap， 是的，也没有时间起烟了那种位置，太极限了，而且自己的右边已经来人了。那这一波的话呢 ，XCG 也会被 KRG 去顶，因为他没有扶人的机会。KRG 要往前面去走的，知道你倒两个，肯定不想给机会的。没错。 龙宗权还把这个分给 K 了，哦，龙宗权你站的也太远了吧？他站在了马路对面的那个山头啊，看得远，而且 Forever 的出枪匆匆也被打掉，嗯，啥子也没了，嗯，天路一瞬间掉了点。DT 黑猪今天好顶啊，确实顶，在车上就像个战神一样。 地形拉不开距离呀，属实是没有办法的，只能找那种相对来说比较自闭的坑，然后用车架一架，就发会儿呆。那车就没了呀。对，车没了就自闭了。因为你一拉出去，啊，迟迟没有扔啊，捏了一个瞬爆，但是血量并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这种伤害。哦，受上来，现在对车扫了一波，但人在坡上，给队友爆了点，队友在往上跑，但远点有枪线。 很头疼，速九的位置也被卡在了半坡，正面只有2兄弟，实际时候被补掉了。天地的这颗雷本来是想炸对手的啊，把天天给补掉，确实也没有办法，那个位置也扶不了。嗯，主要是 DT 只有2个人了，嗯，4个人守这个位置还是有的守的。枪线角度太多了，第一时间没有解决掉厕所附近的 DT 的话呢，就导致四面八方都有枪线角度能够打自己，速九也直接被补了。对的。 17要是4阶段酒馆被排出去，其实是很好打的，就圈面的压力不会那么大。但这个阶段真的是，你看圈面这换分就是很难操作，周围还会有其他的枪线的影响，然后再加上圈形土地面积的一个情况，你的枪线不能拉得飞。背部的话有队友 Crazy 2的一个架枪，上车了，确定了位置。小九的出枪直接把露露给放倒了。对的，还有强子的 K 分呢。 就当这两支队伍信息跳出来的时候，就导致 TMA 和 Pair 两支队伍没什么拉扯的空间，都被淘汰了。圈形导致了这场变故，就是这种，你看圈形出现稀缺了。对，但是像这种低坑凹坑人数又比较少，确实很难有判断机会。小无敌打一个，但最终是双拳难敌四手啊。那 4M 也吃到了远点枪线的影响啊，而且倒两个人的一波集火雷出来之后 ，Pick 男直接先被放倒，龙龙拳直接被补掉了。 KRG 炸点了 ，KRG 炸上来了。这波听到车震以后 ，GFI 往后退了。15倍镜啊，嗯，熟悉的南部刷圈，熟悉的位置，啊 ，Kid 还是没能走过去，被小虎发现，只剩欧米伽一个，站起来再 pick 一波，一枪头99补枪，哇，开始了 ，New Happy 开始了 ，GFI 这波想要运营到山下的防区，被 New Happy 逮个正着。 封了一个烟救人，嗯 ，RBS 由于底坡也有 SMS 的压力，最后 KRG 是怒收2分啊，刚把人给扶起来，直接把这2分拿下。来了，这个过点就很难受了。是的，周平在等队友到位，一颗火封了路，一个底抛，侧面有补枪，三秒有在直架，男的被。 打倒，幻神想要再 pick 一波，身位拉的有点大，幻神人有点多，现在全白，还有雷，一丝血的幻神
哦，小鹏拉出来把人给堵掉了，又打倒一个，但是这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三打一，小鹏转也转不起来啊。尼莫往后退了一下，兜了一个头线，远点泡泡的枪线 ，CTG 从背后出枪了，分没 K 到，那还要跟继续打的 SMS 顶多还有人的，加巴来了，正面和 CTG 打架，木子里的出枪，一堆雷，这位置天霸就是一个吸雷的坑啊。这组狂轰乱炸，这小九一丝血，他甚至连包都打不了了。这个位置，小九这个位置被车卡住了，动不了了。他被卡住了，上车也上不了，绝望。哎呀，这可太憋屈了，没法去操作，都没有对过枪就结束了。是的，余婉的一颗雷把墙子给炸倒了。前面说的这个坑啊，它太容易吃雷了。现在林墙被炸倒之后，木子里也倒下了。4AM 要反退吗？两个人，一v一的 battle。泡泡跟王高高都没有选择第一时间扶人，反而选择直接打，又收获两分。但后面又来一队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悟空的上山之路啊。全部都在劝架，全部都在劝。RBS 也想浑水摸鱼参一脚，要顶的。RBS 这个反扑一定顶，而且小凯已经倒了，白龙马疯狂在用道具在拖延时间，但是张大哲已经顶过来，这个反扑有操作的机会的。前面有一个 flying， 再来 flying 不敢顶了，这位置顶过来全身未漏的，不太行，白龙马只能被补了，补兄弟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，真难受啊。一个瞬爆，张大哲没头盔的，张大哲选择直顶，一枪头瞬间带走。这个就谁拉谁是全身位，是，也不是满编了，他只有两人小队，而天路还剩一个，一颗精准手雷，爽收两分。而且悟空开了车之后，他还能回，要被丢了。啊！我的！天哪！七五这两枪炮，一枪头枪就直接给秒了。S 再封一颗烟，有考虑有个小过点的，倒了，就是中间漏了这么一个过点的。看这波雨要不要出枪了？考虑想压的，这个抉择是正确的。幻神是从这条反扑退的，哎，发现了，考虑再 pick， 考虑。SMS 这局真的站起来了，队友刚扶起来，但是打不了一二，三打一。好的，恭喜 SMS 九个淘汰成功吃鸡啊！